絕大部分市民表達意見都是和平、理性，但是亦都希望大家明白，我們是要依賴一個警隊去幫我們維持香港的治安，以及當我們有需要求助的時候，特別是涉及刑事罪行，我們都是依賴警方。大家是好像這麼對立，對大家都沒有好處的。當然我如果看到私隱專員針對這些事情亦都表達了在這方面我們是不應該將一些人的個人資料去發放，這一對大家都不好之外呢，亦都可能呢是會違反法律的。所以我希望對於政府不滿意的地方不要宣泄在警隊身上，警隊的同事都只是盡忠職守去維持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當他們受到嚴重暴力的襲擊的時候，亦都必須要採取適當的行動，令到大家可以解除了這些暴力的威脅。我再次希望大家明白，警隊都是為了香港整體的穩定和治安作出努力的。